updated the slides and the Excel analysis. No problem. 你想象中的咨询打工人是不是这样的？其实我这一周学到的最大技能是如何通过摸鱼实现无痛打工。今天的中饭主题就真的只能是生命体征维持餐了。啊，真的发书了，一整个大吃零食。I'm here。但是我想跳进大海。我 miss 掉了两个 checking meeting。就可能已经进入了一种没有情感的工作机器状态了，多比自由了，终于不是工作的奴隶了。今天的 guest 是 Vic， 他带了一束美丽的花。我摸鱼的第一个原则是先要搞清楚工作中哪些事情让你感到特别不爽。早上看完了 check in meeting， 感觉今天上班还挺无痛的，并且为了就是增加一种上班感，我决定上半身还是穿衬衫 like this。然后今天我还要主导一个客户 meeting， 所以就更加有挑战了。现在浅浅做点咖啡。Onyx。在两个小时 back to back meeting 之后，今天的中饭主题就真的只能是生命体征维持餐了。我们的一号选手是昨天的剩菜汤，加了豆腐和鸡蛋。二号选手是这个便携式沙拉。然后就到了第二步，把你觉得爽的事情和你觉得不爽的事情交叉着做。再也打不动工了，所以我就出来走了走，感觉这就是 work from home 最好的地方，就是你感觉打不下去了的时候，你就可以出来散散心。然后今天天气也蛮好的，买了一点喝的，还有牛奶，还有绿茶，感觉心情就变好了，可以回去继续打工了。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现在去健身，刚练完，今天挺举，虽然 PR 了，但是我的手它又流血了，然后就是影响我，然后我就没继续练了，我就练了一些辅助动作，但是我今天解锁了前蹲 ，which is great。我现在要去 Hayes 那边和 Milly 还有 Cathy。一起吃晚饭，然后我们要去一家我想探店很久的德国餐馆，所以我还蛮期待的。到喽，哦，好德国小酒馆的感觉。Say hi to my vlog。这家德国餐馆好酷啊 ，like 他们这个就很东德。I feel like this is very East Germany。And like when she said communal table, I'm like East Germany。啊，里面是这样的。What? You can keep talking. This is the point of vlogs. It's natural and the real. 我们来到了 Southern Straw， 试试他们的十月新口味，就是有一些万圣节口味。Okay, there is a flavor that actually is warm. It's like matcha ice cream with chocolate covered worms. And mealworms and crickets. Yes. So instead, we got this one without worms. It's called pumpkin tiramisu. Is this really good?Hello， 早啊！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半夜醒来，然后胃痛，真太惨了。然后我现在好多了，希望不要再胃痛。然后今天早饭是吃燕麦，因为我隐隐觉得是因为昨天 sourdough 吃太多了，所以胃痛。也有可能是我买的那个抹茶，也有可能是晚饭，也有可能是饭后的冰淇淋。Who knows？见缝插针做个咖啡，因为有一个会就是推迟了5分钟，不知道5分钟内能不能做完一杯手冲。我没有能够在5分钟内做完咖啡，并且还被抓去开了好几个会，所以我打算现在继续做。又到了午饭时间，今天咱们又是老三样咖喱鸡，然后再做一点素菜什么的。Wait a minute， 发现了昨天的剩菜，要不我就把这个剩菜吃完吧。20分钟的成果，做了一个番茄炒蛋炒豆腐，炒芦笋，昨天的剩菜，嘿嘿。是谁和我一样吃完中饭就根本不想继续工作了？但是我决定给自己一个盼头，就是我现在先把工作做完，然后能争取出去走一圈，然后再回来开其他的会。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有动力把事情做完。啊，真的发书了，刚刚就是做完工作本来应该直接去健身的，但是我就觉得压力很大，心情也很差，我就一整个大吃零食，然后我吃了一大堆零食。刚到家，
随便热点剩菜。那这个叫什么？喂，喂。10:52，我终于加班完了，并且有一个原本要做的 task， 我也不打算做了，明天再做吧。真的没有必要为公司这么拼命。第三步，时间很重要。Hello， 大家早呀！我今天早上醒来之前做了一个梦，然后我清晰的记得那个梦里面，我们乘着一辆巴士去一个海边，然后那个海边它就是一个斜坡，然后那个巴士它就好像要一路往海里开下去一样，但后来我们在海边停下，那个海真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人的梦可以给人那么美好的美的体验，就是我不知道我的大脑是从哪些海边的记忆中拼凑出了一个真的超级超级超级美的海边。我不知道，现在回想起来就有点想哭，真的是我早上起来荷尔蒙有点乱七八糟，但是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美，就是那种蓝色的玻璃海。大海 I will miss you miss you deeply。 我甚至都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我用语言形容就是 diminish 了它有多美。我现在就特别特别想去海边，所以我现在是早上起来直接出门往海边的方向走，那是我们的老朋友 Outer Plaza Park。 OK， 就决定去那儿了，多远我都要走过去。这家的这些绿植也太只有马氏可以睡了， This is so crazy。 这家的 Halloween decor is so cool， 还有这个，还有那儿还有这些。 I'm almost there， 快要看到大海了。I'm here， 没有正经走到 Marina Green， 但是来不及了，要回去开会，好烦啊！但我下次知道了，我得早点出发，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得跑过来，这样应该就来得及。我好想跳进大海。I can see you were lonesome as me, yeah. 本来以为我要差点赶不上我的 meeting 了，没有想到我赶上了早一点的巴士，然后我现在就来得及赶回家。然后迅速吃个早饭，尴尬住了。我的确 miss 掉了 meeting， 我 miss 掉了两个 check in meeting，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是9点开始 check in，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是8:30，然后我压根儿就没有看，然后回来之后才发现，哦，怎么回事？但是说实话吧，我现在已经 I don't really care， 就是还是有一些怕的啦，就是人还是要遵守时间，咖啡时间。今天是 Viv 的妈妈带来的这个。卢旺达的水洗豆，这个，这香的我的鼻子都被冲了一下，试一试好不好喝？想哭，太好喝了，就是我熟悉的 light rose， 然后花果香咖啡的味道。我知道 Onyx 很好喝 and everything， but like their most popular thing is a dark roast， which I don't like。 然后我就是喝那个 dark roast 喝了一个月，我觉得还是 light roast 适合我。哇，太好喝，太好喝了。又到了吃饭时间，小厨神出动。咱们就是说我一周到底要吃几次咖喱鸡呀、啊、但是快手午饭做好喽。这是昨天剩的一些鸭肉和一些炒菜，然后这是咖喱鸡。暂时结束了今天的打工，今天感觉还 relatively 比较无痛打工，就感觉 I'm definitely not happy but I'm not that sad either， 可能已经进入了一种没有情感的工作机器状态。今天又举重出发，今天抓举有破 PR， 但是差一点点就到小绿片了，因为我挺举可以到小绿片，所以我就觉得我抓举应该也可以， but still way to go。 然后我又在做有氧的时候看查老师的咖啡宇宙，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可能这就是 passion。 不管我什么时候只要是看到和咖啡相关的内容，哦，当然不是星巴克这种烂咖啡，好咖啡相关的内容，真的就会给我带来 immediate 的 positive 情感体验，就特别神奇。然后最近旧金山又特别热，就是现在我已经晚上，但我穿着一个短袖在外面一点都不冷，就跟夏天一样，好奇怪啊这个天气。刚刚回来，本来还和我的
manager 有一个 meeting， 我还挺苦逼的，没想到很快就开完了，真棒！先来做一下晚饭。晚饭的主角是 Vivian 的妈妈做的花椒鸡。哇！我的任务非常简单，就是把这个蘑菇给下下去。花椒鸡汤面，还有手抓沙拉。过年了，过年了，现在才8:42，我都已经加完了今天所有的班。这个 B 班咱们就加到这儿。早呀，今天又打算出去走走，再回来吃早饭。SF 最近是真热，我打算就穿这身出门了，应该也不会冷吧。周天早上的这个公园就跟狗狗动物园一样，有超级超级超级多狗，然后他们都互相在玩，搞得我真的很想养狗，可是又没有钱又没有时间。今天我打算试试我昨天在小红书上学的 V60 的五分法冲这个，因为它比较适合冲浅红的豆子，希望不要翻车。品鉴时刻。 I hope it's good。 我觉得它入口酸味比我昨天冲的更加明快，但是有没有甜感我倒不知道，按理说这个冲法应该会有比较多的甜感，但可能是我时间控制的不太对。第四步就是在能摸鱼的时候尽量多摸摸。今天工作一点也不痛苦，因为刚摸鱼剪完了我的一个 vlog， 并且客户把一个下午的 meeting 给取消了，真是美滋滋呀。咱们就是能做最少的活就做最少的活。今天我终于没有 miss 掉 steer call， 但是感觉他们就是 stuck on a question， 然后就没有进行全部的会议议程。 It was kind of funny。 OK， 现在我想尝试做一下亲子冻。午饭做好喽，尝试做了亲子冻，但我觉得这个蛋可以再滑一点。然后这是昨天 Viv 从那个 restaurant 带回来的剩菜，正好可以炒菜。这么好的太阳当然要出门摸鱼啦。今天感觉就是自从那个客户会议被取消之后就非常闲，然后我就打算出来逛逛，把我的眼镜修一下，因为我那天眼镜放在地上，然后我一脚踩上了眼镜，然后我的眼镜就变形了，它就一直在往下滑。哦，刚刚眼镜把它弄紧了一下，舒服了许多。室外充电结束，正在回家做一杯抹茶拿铁。这是我昨天亚马逊买到的这个做抹茶用的器具，然后这是我买的抹茶，我看网上说这款挺好的，我就买了它。家里没有别的好看的杯子，暂且用这个吧，这是唯一一个玻璃杯。Looks good。 超好喝，超爆炸好喝，就是这个奶它就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抹茶就是没有多余的甜味，然后就很纯正。打工打完喽，健身去。不得不说今天还挺无痛打工的，主要是今天就是 somehow 很闲，然后我就积累了很多摸鱼时光，就快乐的摸鱼、剪视频、出门逛街、做抹茶拿铁什么的，都让我心情超级好。做到了以上这些，你将迎接一个快乐的周五。这个苹果放在冰箱里，它有点被冻坏了，就有点像那种冻梨一样，就是软软的。希望它还能吃吧。开了一个半小时的会，然后我竟然花了10分钟糊弄出了午餐。这是昨天 Viv 妈妈已经烧好，我就把它加热了一下的三文鱼，然后这是某种剩菜，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吃剩菜专业户，和剩饭蛋炒饭，多比自由了，终于不是工作的奴隶了，终于等到了周五下班，真的是就是和平常的下班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是感觉我终于快乐了。今天的 guest 是 Vic， 他带了一束美丽的花，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瓶子里。今天就是一个 elevated dining experience， 就是超级这个摆盘太牛了。